大家好，这里是石家庄溧阳牲畜市场。给这头牛带上龙头，这个龙头呢是这个马驴牛通用的，你看看这个牛能不能带上吗？这是特大号的。哎，拴起来，拴起来，带地窖的牛，小心一点。是有点长吧，你弄短点，离杠短点，然后来杠外头给他带，还安全一点。啊？那人又能穿穿了鼻子了。哦，你就来外头带吧，安全。这边还有一个套牛呢啊，这小牛不错，这小牛，哎呀，还糊肚子不？大牛，你看，这小牛挺好。这一套牛卖了不？这一套牛一人还是挺好的，有点。哦，油要了，这一套挺好。行啊，这牛多少斤啊？1100斤。啊？1100斤，带这个特大号龙头是没问题的啊，不小。稍微还大一点呢，看着能带啊。咱们这个龙头驴马牛通用，这龙头用到1200斤是没问题的。你多个是吧？哎呦，我出去吧。还是感觉大红色龙头好看，也有别的颜色啊。下边那个稍微长一点的是得搂到上边的，这才算带好。这个龙头不是来耳朵后头了？是，我没弄好嘞，等一下我就这边。不听话了，现在。哦，不小。牛的话用到1500斤应该是可以的。就行。嗯。这是带好了。享福去吧，有主了都。